玩耍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乐趣。 快的反义词是慢，乌龟很慢，慢慢慢。
什么？脏的反义词是干净。盘子很干净，干净干净干净，盘子很干净，干净干净干净。扮演动物很有趣，大的小的我们猜猜，不同的颜色形状和大小，动物我们爱它们。动物动物，我是哪种动物？兔子？不是。青蛙？不是。能给我们提示吗？哦，袋鼠。对了，这是袋鼠。动物，动物，我是哪种动物？小鸡？不是。鸭子？不是。狮子？不是。是什么呢？火烈鸟，耶！这是火烈鸟。动物，动物，我是哪种动物？鲸鱼，不是。蛤蜊，不是。能给我们提示吗？啊！哦，鱼。动物，动物，我是哪种动物？乌龟，不是。蜗牛，不是。狮子，不是。是什么呢？哦，树懒。哪种动物？松鼠？不是。熊？不是。能给我们提示吗？哦，猴子。对啦，这是猴子。动物，动物，我是哪种动物？不是。猎豹？不是。老鼠？不是。是什么呢？狮子？哦吼，这是狮子。扮演动物很有趣，大的小的我们猜猜，橙色，我们要
橙色水果，我们要找一种橙色水果。看，一些橘子。吃彩虹叮当时间到，好吃好吃五颜六色的冰棒。吃彩虹叮当时间到，我们要什么颜色呢？黄色。我们要找一种黄色水果，我们要找一种黄色水果，我们要找一种黄色水果。看，一些菠萝。吃五颜六色的冰棒，吃彩虹冰棒，时间到，我们要什么颜色呢？绿色。我们要找一种绿色水果，我们要找一种绿色水果，我们要找一种绿色水果。看，一些猕猴桃。好吃五颜六色的冰棒，吃彩虹冰棒，时间到，我们要什么颜色呢？蓝色。我们要找一种蓝色水果，我们要找一种蓝色水果，我们要找一种蓝色水果。看，一些蓝莓。吃五颜六色的冰棒，吃彩虹冰棒，时间到，我们要什么颜色呢？紫色。我们要找一种紫色水果，我们要找一种紫色水果，我们要找一种紫色水果。看，一些葡萄。冰棒时间到，好吃好吃五颜六色的冰棒，吃彩虹冰棒，时间到，我们要什么颜色呢？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。箱子里的小男孩。
羊羊咩咩，牛羊毛毛，是的先生三百整。白羊咩咩，牛羊毛毛，是的先生三百整。一袋给主人，一袋给夫人，一袋给住在箱子里的小男孩。白羊咩咩，牛羊毛毛，是的先生三百整。健身，健身，健身时间到，太好了，我喜欢去健身，真好，真棒，健身更健康，耶耶耶，我喜欢。你看，你看，小熊爱健身。手手洗手的时间到，太好了，我想要去洗手，真好真棒，洗手更健康，耶耶耶，我喜欢不、你看你看，小老鼠爱洗手，一二三就快要洗完，时间到，太好了，我想要去吃饭，真好真棒，吃饭更健康，耶耶耶，我喜欢呜。你看你看，小象爱吃饭，一二三就快要吃完，洗澡，洗澡时间到，太好了，我想要去洗澡，真好真棒，洗澡更健康，耶耶耶，我喜欢呜。你看你看，小猴爱洗澡，一二三就快要洗完，洗完啦，洗洗澡，我喜欢玩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时间到，太好了，我爱睡觉，真好，真棒，睡觉更健康，耶耶耶，我喜欢。睡觉，一二三，你看他睡得很香，太好了，我在尝试啦，睡睡睡，我喜欢哇、我们起来摸摸天，起来摸摸天，来一起跳舞，我们
苹果种子长成苹果树，有黄色、红色和绿色。红桃我捣碎，切片我整个，美味美味苹果。从树上摘一个苹果。一个两个三个苹果，四个五个苹果，六七八九个十个，装满一整箱。苹果种子长出苹果树，有黄色、红色和绿色。红桃我捣碎，切片我整个，美味美味苹果。一起把苹果洗一洗，一个两个三个苹果，四个五个苹果，六七八九个十个，装满一整箱。苹果种子长出苹果树，有黄色、红色和绿色。红桃我捣碎，切片我整个，美味美味苹果。一起把苹果出手，一个两个三个苹果，四个五个苹果，六七八九个十个，祝你今天开心。下种子种的树，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七八九颗十颗，树会长出来。苹果种子长成苹果树，有黄色、红色和绿色。红桃我捣碎，切片我整个，美味美味苹果。Yeah.
Ha ha ha!